你干嘛呢？天天跑的不见人影。哎呀，我正说起素材呢。哎，怎么偷偷摸摸的呀？你不会在干什么坏事吧？没有妈，我正在忙呢。我上次跟你说让你找个对象，你就再也不出现了。你是不是躲着我？没有妈，你想多了，我哪能躲您呢？对吧？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的找个对象，谈谈恋爱。我还等着破坏孙子呢。行了，知道了。 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正在。 看风景，哼，是吗？是啊。哎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该想往哪里跑？是他吗？就是他！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们？ 有什么目的？你跑！我叫银香响，是一名优秀的漫画家，为了创作奋不顾身。虽然我现在还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十八线小咖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的。 刚刚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是海市第一世家富士集团的少公子傅思涵，他是无数少女名媛，甚至是大妈的梦中情人，所以我便以他为原型创作少女同人漫画。赚钱嘛，当然是粉丝越多越好喽。副总，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？ 没事，赶紧给我回公司来！一定要现在吗？可是我一会儿要去看我妈呢。现在立刻马上，赶紧歇你半个小时，给我赶过来，否则你就等着给我烧吃吧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。快起来！又是你！哎，好巧啊！不巧，这后备箱都给你撞开了。你该不会是又在跟踪我们吧？没有。你到底什么目的？不，这次真的纯粹是因为巧合，真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跟踪加上追尾。 我只能交给警察叔来处理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有追踪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车费我可以赔的，求你别把我交给警察叔。放手！车费我可以赔上的，求你别把我交给警察叔。楚河，赶时间，算了。哦，好的，副总。
还是傅思涵比较善良，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完美。社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社长，你说说，你怎么又把小房子带到公司里来了？你过来！怎么了？你捅了大娄子了！我现在要出去会被人打死。不是社长，你戏别那么足行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画的那个漫画啊，被傅家告了啊！傅家告我们名誉侵权，你看，傅家家大业大，他告我们，我国漫之光还没开光，哦，结束了。社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不然先把我这两个月的稿费给我结了。你有病吧？我，你把我编剧社搞成这个鬼样子，你还找我要钱？那不是你让我以傅思涵为原型画的吗？那全怪我吗？原型？什么叫原型？原型是让你照着他的这个样子画，不是让你把名字也给我写上去。你是不是傻？不是，那我这不是……哦哦，快！我现在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我老婆已经跟别人跑了啊！我卡里面只剩250块钱，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画这个漫画造成的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你从小到大不缺母爱吗？嗯。他已经没有了，不缺父爱吧？他即将没有了。你从小到大没挨过饿吧？嗯。这是他最后一瓶奶。我求你了，小强，你起来，你可别这样，你站住！我求求你了，笑！我来想办法。恩公，请受我们父子俩一拜。你放心，社长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这100块钱，你拿去。给小团子买奶粉吧，这也不够啊。哎，女士，女士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你们副总，对，就是思涵。哇，他之前还带我进去过呢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嗯。哦，这，那姑娘，就是内罗登记簿你看到了吗？里面登记的女生呢，都是自称认识副总的人。要不您也先登个记，排个队，然后等轮到你了，我们电话通知你。这么。到啥时候去了？估计3到5个月吧。3到5个月、嗯。我找他真的有急事，真的就一面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早上我还见过他呢，真的。姑娘，哦，您呢，先回去，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好好休息，不要整天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我没有做什么不切实际的梦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我真见过他，而且我特跟你说，我就见一面，马上真的就一面，马上可我不跟你说，真的就一面，你走吧，你们。不是，你都疯了吧？这一天天的。啊，你啊。酗酒啊！啊，5楼，站住！你干嘛？怎么又是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找副总有点事儿。